锵锵三人行，李艾来了啊。打扮的真精神啊，还可以啊，这个像去打猎的样子，没错，人家都说啊，你在我们这儿才是最上镜的啊。对，看你就是见到两位老师，我自然就精神焕发。没错，我们这个环境啊，马先生就是这个棚啊，嗯，我觉得也是山中方七日啊，世上已千年，怎么讲呢？嗯，你看你们俩来之前，我在这儿坐着没动窝，已经录了两集了。嗯，今天下午啊，在这儿刚才跟俩经济学家呢在谈经济，你看。进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儿，然后刚才马爷一进来来一句话，今天股市崩盘啊，我就说这直播过程当中就给我讲讲，我都不知道外边路上快到你这儿，人给我发个短信说今天股市崩盘，79点收于2333，然后后面两个字儿崩溃。然后我就打电话问，我说你怎么崩溃啊，手里持有股票啊，那我从来不买股票，但是我很关心，我说看一看。为什么呢？你不买这还有什么好崩溃的？我有股票的人我都没崩溃。对对对，我是因为我觉得股票没有什么收益，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啊，因为喜欢古董的人你都很清楚，还不如买随便弄个东西都比那个事儿好，而且呢他赔不赔的他在我手里，那个是不没有我操控的能力，是吧？是，我也不好玩，这起码我买个杯子回来有个伴儿还能玩，那什么都不能玩，然后突然人通知你说你那缩水了，你就很痛苦嘛。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概念说崩盘，我不太理解什么是崩盘，是不是咱们这外行就说他股市破产了是吗？没有没有，他恐慌性的抛售，今天都是恐慌性的。为什么恐慌性呢？这有什么原因？所以没有征兆，所以经济学家有时没法判断啊。嗯，如果你要能判断，你还不如是一占卜的，算卦。就是对他这个就是没有太多的征兆，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好的消息散出来，没有什么，无非就是今天好像是说这个工行发点刺激贷。然后说欧债问题嚷嚷好多天了啊，就是欧债现在外国人咱不是帮欧洲的吗？对，咱兜里那么鼓，咱怕谁啊？他就崩了。这个崩呢，就是那么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是大家对股市没有信心。为什么没有信心？因为股市瞎事儿太多，假事儿太多。你把这次证监会它就一个，就像你们古董行里一样，对，比古董甚至还多。嗯，古董假都是假在表面上，这个是假在深层次。你比如这次这个证监会一个新规定，就创业板是吧？嗯，这个退市是吧？啊，股市要求呢这个分红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求分红？股市分红是天经地义，当年买股票美国人就是为了给你分红，当然，但是一个很。就是不太愿意向大家讲的数据，最终向大家讲出来了，就是这二十年股市二十年以来所有的分红加起来还不抵印花税，等于没分红。哦，这个恶果就会逐渐出来了。那我不是傻了吗？我还买了股票。在李艾手里还有股票。对，但是我已经太久，因为我买的时候比较高的时候买的，然后它已经跌得很惨了，所以它再怎么跌，我也就已经就那样了，就不想这事儿了。你看，我仍然精神焕发的坐在这里，很开心。对，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能够操纵股市，反正我一卖，哎，它就涨；我一买，它就跌。但说这个假事儿啊，最近反正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是微博控。特别喜欢在微博上看，嗯，最近方舟子先生又出来啊叫嚷了，嗯，说跟那个李开复干起架来。哎，我不知道，你给我讲讲。说李开复造假，造什么假呢？说第一个呢，就是他好像在他的书里头吧，有说到他跟奥巴马是同学。然后结果呢，方舟子去查他们俩同时进学校啊，什么读的科系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查一对时间，没有可能是同学，然后把这个就发上网了，然后就为这事儿好像，嗯，好像还干了蛮长时间的架，反正意思方舟子说你是什么青年导师，你这样误导，嗯，这个青年人要炫耀什么的，类似于这种，哦，说他的那个助教身份。啊，是一个这个，他说是副教授，自己说副教授，然后呢，他说那个应该算一个类似助教，就不到不了副教授这一级。他讲了很多，嗯，后来我专门打电话还问了问，那我看到这儿了嘛，说很多这个风投界的人都支持李开复，其中有薛蛮子。嗯，然后我赶紧跟蛮子发一短信，我说蛮子，这副教授英文里跟那个助教有什么区别？蛮子说不清楚，赶紧给我打一电话，说我跟你说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跟我说白话半天啊，嗯，就是中国，没有，就是他所谓的那个助教没这一级，他相当于一个什么呢？相当于用军衔说比较容易说清楚，相当于准将，
准将，就他不是将军啊，是准将，他又不是校官，嗯，他这个应该叫准教授，就比较准。但是你跟中国人说准教授，这他们这听着有点不太通。副教授呗，不是副教授，不是副教授，助教，也哎对，助教呢是一打杂的，中国人认为是吧？对，助教助理，相当于助理那种感觉。对，助教在中国的大学里可以是学生去任的，就是青年教师吧，青年教师。对对，他是相当于一种。反正比助教高，比那个副教授低，副教授就是教授了，嗯，正副都是教授嘛，就是相当于你说在这个翻译当可能是有一些问题，那么方舟子呢认为李开复呢就是刻意的提升身份，把这个准将说成了少将，说成了将军了，就这意思啊。然后我今天我还看到了李开复发的一篇微博，意思呢就是说呢，他说他也其实也不能确认自己曾经跟奥巴马做过同学，一起听过课，只是后来奥巴马做了总统之后，他们曾经的同学给他打电话说，哎呦，你知道吗？奥巴马还曾经跟我们一起上过课呢，曾经我们还是同学呢，什么什么的，他就把这个事儿呢就写出来了。然后他今天还做了个道歉，意思呢就是说，以后再也不会说这样的事儿了，特别是自己还不能够确认，也是听回来的事儿，省得让人家觉得他自己特别炫耀和浮夸啊。哎、然后这态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炫耀的这个心理啊，所以当然不能怪开复了。对、嗯，这人人啊都会都有。你知道，今天判了一个，你说股市这个，我就想起一些猫腻啊。嗯、今天判了一个俩国家干部。好像是国家干部啊，一个判四年，一个判五年。嗯，这俩呢都是这个泄露国家机密罪，大概泄露的是经济情报，大概泄露经济情报。然后他们的律师啊，给这俩干部，都是这金融委啊什么那种委员会里边的，给他们辩护，就是说他们泄露这个机密情报，可真是没拿钱。嗯，说真没拿钱，说纯出于炫耀心理。就是我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北京这种人啊，还亵渎。我见有一些人，我认为他有信息狂，你知道吧？嗯，他真是就是说自个儿也不占什么便宜啊。嗯，但是他觉着是不是显着自己重要？嗯、就是你们说的事儿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嗯，感觉中南海他当家，嗯、就是而且这种人耳朵都是竖起来的。对、嗯，到了哪个圈子啊，竖着耳朵打探一切。嗯，你前脚跟我一说，后脚我去另一屋就全给你卖了。嗯、对，你们他们就是。哎，人是不是有这么一种信息的、嗯、对，他是一个文化心理，中国这类人特别多。你比如说哈，我在无数场合听到某人说他跟窦文涛很熟，只要我给他打一电话，窦文涛说我肯定想不起那人来了。他只要跟你吃一次饭，他说他跟你熟都不行。没错，你一定也听到过别人说跟我有多熟。有很多人来问我，我说我确实记不得那人，因为见的人太多记不住、嗯嗯、他愿意炫耀，他作为是生活的一个资本，这是我们就是一种文化病，这种人特别多，真的是。我还因为这事儿跟一个就是男性的友人，就是差点就是怎么说呢？你不能说绝交吧，反正后来我也不太，我们之间也不太会联，也不太联系了。这为什么呢？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给我打一电话，因为他那会儿的女朋友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，就那天晚上很晚他给我打一电话，反正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今天跟他吵架了，怎么怎么地的，我听他挺荡的，说你要不出来一下，我想跟你聊聊这个事儿，就是挺失落的，荡荡词儿，不是英语，荡英语，对荡啊，对我们都低的，以后我不能再么英文加中文这么说，跌的跌的英文啊。然后我就当时呢就有点着急，因为我打那女朋友电话，她就关机了，我有点慌，我说怎么回事？然后我都已经睡下了，我起来穿衣服，我脸什么都没有，随便扎了嘛就出去了。然后她说在哪里，她说吃点东西，她一天没吃饭了，然后我就去吃宵夜地方找她，一看坐了一桌子的人，就是。好像都还是男士坐了一桌，然后他特高兴我来了、啊、坐下来就说你看，我说他是我好朋友吧，我叫他就能出来吧、啊、然后坐下来他跟我介绍说、哎、你看这谁我当时就基本上就属于穿了一个就是睡衣，外面再罩了一件衣服就冲出来的样子，你知道吧。然后当然我第一呢我也有点虚荣心，我心想你既然要介绍这么多异性朋友给我认识，你好歹通知我一声让我打扮打扮，对吧，你不要用这种方式骗我出来。第二呢，我就心里特别恼火，就说你把我跟你之间的这种情谊当做你一种炫耀的资本、嗯、你说这以后还能是朋友吗？啊、哦！所以这个确实是让我为了那一桌子男人，你看他失去了你。这是说这个人呢、啊、
是心里多发虚啊，对，是吧？就是说为了一种那个场合上的一种虚荣心吧，这算是今天的社交场合看到最多的就是这种人，就是他拿一电话提起某一个人了，嗯，他有这个人的电话，他打一下，完了哇说一个不着调的话，因为我经常接一种不着调的人打不着调的话，不知道他什么意图。后来我想，他一定是在饭桌上跟别人在炫耀呢。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你碰到过这事太多了。我经常接的这一电话，而且呢，他不但他跟你说啊，嗯、他还说那谁谁谁，别的你跟他说是吧？哎，这事太多了，我告诉你，特烦，你知道吧？还有一导演啊，给我讲，就说有一天突然接了一电话啊，说啊还在伦敦呢，嗯。啊，哪儿？他说我没在伦敦呢。哦，在伦敦谈咱们这电影呢啊，什么的。我这身边有一个女演员呢，可以到你的戏里当女主角。你从伦敦回来之后，咱们单聊啊。他说我就在三里屯呢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也给咱们今天定了个题目啊，嗯、社交百态。我觉得这话题很好。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事例啊，就是什么伦敦啊，什么演员啊，上你的戏啊。我原来有两个好朋友，男孩子，他告诉我听说他们泡妞，就追女孩就用这招。嗯啊，就是你知道怎么？比如说你们俩是好朋友啊，死党，你们都知道互相会用这一招了。然后呢，比如说这女孩就坐你旁边，然后今天第一次见面，反正你也知道这姑娘什么来路怎么样的，需要点什么，刚好你就给她打电话说：“哎，王处长啊，咱们那个生意到底怎么样？我那一个亿什么时候给你打过去？”对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咱们吃个饭嘛哈。挂了电话说：“哎，人家就说哇，你做好大生意的啊？没有没有。”对方是什么什么人，然后把一个虚构的身份加过去，也不要太离谱，合适就好。对，然后上亿就行。对，反正就说的那女孩吧，就觉得很敬仰啊，很崇拜。然后呢，他说他们，我说得手吗？就是用这种方式泡妞得不得手？他说得手的情况不多，最后都被人托付找工作，这事儿比较多。哎，真是，马爷平常经常碰见这种吗？说你那个还是属于低等级，对，现在有高等级的，比这高等级的啊，很简单，就是花钱到这个市场买一法拉利的车钥匙，车钥匙就够了，车钥匙花200多块钱买的好一点的哈，然后呢配一个名牌的这个钥匙链啊，嗯，一进门呢就到这个酒吧，泡女人嘛，夸就扔在吧台上，女的就冲上来了，然后一通喝酒，完了以后。这个小姐就说她一会儿开车回去，说警察现在喝酒抓的严，大家打的回去吧，就回去了，明白了吗？哦，这也是一招，对，啊、哦，这也是一招，就这一把钥匙没车。哎呦，你说这个女孩啊，我有时候、虽然咱们都说起来啊，都觉着好像说女人就爱钱这年头、但是说实在的，真交往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是有点害羞啊，或者是就是不会觉得啊，真的女的就看钱。因为我想起什么，我曾经帮我一个湖南的朋友啊、介绍，也是介绍一个女朋友，她就是很有钱，可是你知道那种湖南的那种老板吧，他这穿的吧，也跟湖南工人农民都差不多，对吧？他也不这功夫都不在表面上，他就是老追这个女的，很爱上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这女的死看不上他，那女的死看不上。死看不上呢，到后来啊，都变成这女的等于说，其实就是为了我的面子，因为只有我在，我召集他们吃饭，这女的才愿意光临。你知道最后实在没辙了，因为我自己都不太相信，我说哎，她确实她就看不上你嘛，对吧？我说你要不也给她露露财，对吧？我都没敢想，我觉得女孩哪能那么直接，就说啊，你有钱那不成卖的了吗？对吧、啊？对啊。结果后来还真好使，这太好使了。这个女孩一旦知道她的财富水平，态度不马上就不一样，不是说就爱上你了，态度不太一样了，最起码尊重了。吃饭不需要我在了，可以单聊了，哎呦，这所以我就真是不是，他这有一个社会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把有钱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，哎，对了吧？过去不是，过去你有钱，你可能并不成功。
今天的社会明确的给全社会一个信号，有钱是成功者。那所以女人呢，找到一个成功者，顺理成章，心里也可以解释。对，至少愿意跟你交往。对，对吗？对。而且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就是一种心理啊，因为我有一些朋友的说法，就是觉得一个男人如果他能挣来钱，证明这个男人最起码脑子是灵光的。对吧，聪明是机灵的、对，是聪明人，就你不能说他有智慧吧，但最起码是聪明人，然后呢有能力，要不然他怎么能挣到钱呢，对吧，然后这个还有什么来着，反正最起码有这两点吧，那能证明这个男人最起码有这两点优势、那我问你啊，要是像你这样的就是妇联五字方针的对吧，自尊自立自爱自强的这种女的，你也会特别看重这个吗？说实话我真的，但是不能财富水平低于你，那无所谓。哎，他真是不在乎这个。你呀、我不在乎，就比你挣钱少。不在乎，我之前男朋友也不见得都比我挣得多。那我在乎啊，不是我说他在，那男的别乱别乱啊！你不在乎，男的在乎。对，可能我发现到后来，其实比如说我跟我的男朋友会出现比较重大的矛盾，都会觉得就是。我后来想他可能是因为他在乎这个事情，因为比如说有些意见我提意见他就坚决不听，坚决不认可，因为他觉得凭什么你就是一定是对的，你的悬殊越小矛盾越大，你悬殊越大越不怕，比如说那男的就彻底没钱了倒反而还好，就怕是什么呢，略低一块这种是最可怕的、那要不然你就略高一块，略低一块是最可怕的，那我还就真的不可能彻底没钱对对对对，那个是个我跟你说特大的问题，还不光是这样、你比如说啊，我也听他们聊过，你好像要不是说一对画家要是夫妻啊，你要是两个人的这个名气成就相差很大倒没事也没问题，但是要差一点啊，那个夫妻之间很别扭，很怪异，很怪异，对吗？你或者主持人，你找一男主持人，对吧？你们俩差一点儿也差不太多，是不是会别扭呢？我没有找过男主持人，那反正就是到这儿就有一个。人生有很多目的地，每一次出发都是心灵的旅行。唯有专业保障，方能享受路途。天庭保险，自在出行。尿频、尿急、尿吐，就用三金牌三金片。45瓦能做什么？格力1赫兹变频空调，国际领先，最低功率只需45瓦，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。格力，掌握核心科技。其实是不是男人呢更心理虚弱？虚弱，而且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男性主导社会，这个必须承认，就是全世界范围现在都是这样。然后他给你的文化心理以及社会暗示是这样的，如果你略低一点是最抬不起头的，因为略低一点理论上是可以争上去的，理论上是这样的、对吧？对，你低的很多，你比如咱跟刘翔去跨栏，咱一点都不跌份，咱只要能跟他上场，咱就不跌份，对不对？跌份的是都是运动员，这差不多的，对，这就是老有个高低，很难受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总会拿出来比较。如果你差很远，人家也就不比较了，反正就这么回事，也不会成为人家的谈资。但是如果你差不多的时候，人家总会聊你们，说哎呀，你看能不能就差一点啊，什么搞不好还是他养着他呀、怎么怎么地的，类似。我后来觉得，因为分手了之后再听回的这个一些话，我觉得他承担的压力比我多很 多，所以我就对后来我们分手之间，就之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多就是不愉快的事情，反而就释然了，觉得哦，那其实我也理解了，他的压力确实很大，然后他。特别是年纪又不是很长，又没有经历过什么，又不像你们俩这么有智慧的情况下，他就会有一些，可能会有一些，就有一些反应会过激，然后会觉得就是被人看不起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一些事情。对对对，你像你刚才说那种情况，他反而变成一种要显示我的存在。对，没错。所以跟你拧吧。就是特别拧吧，就到后来就觉得怎么都不行，怎么，而且我得特别小心的跟他说话，你生怕有一句什么的。他就炸了、
就觉得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样，对，我其实没啥意思啊。对，他现在是这样，社会的他主要是钱是一个衡量标准啊。在过去社会，就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他是个很重要的标准，不是钱，因为大家都挣得差不多，他是知识。对。所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同一知识领域的人结婚是最可怕的。明白吧？搞文学的跟搞文学的，那家伙互相掐的都没。搞医学的跟搞医学的，所以当时就不建议呢，在同一领域里选择配偶。嗯，就是你换一个，你谈医，我谈文学，咱俩什么谈不到一块儿去，这没高低。嗯，对吧？嗯嗯、你谈文学是。你的谈的还是乡土文学，我谈的都是拉美文学，完了一下就谈不到一块儿，他就会出现就一句话。有时候其实夫妻之间，尤其在公共场合当着别人的时候，嗯，你不经意的一句话，你不觉得，但是他会特别敏感，他马上回家就给你拍桌子，你那句话什么意思？你说哪句话呀？那你比如说，这要是柔道运动员，能找柔道运动员吗？运动员我倒觉得男女倒无所谓，因为咱们运动员男女都是有级别差的。你说的是这个脑，对，脑力劳动，就是说知识分子，你在科技界，你同一学科特别不容易在一块儿。昨天我听到一个论断哈，就是说他经过一个调查，好像是袁岳吧，说经过一个调查之后说，如果是你是女强人，就类似现在我们给女强人定的标准，就是什么高智商，什么高工资，什么、什么类似于这种的、三高，就三高这种女人的话呢，你就最好越早结婚越好，赶紧有家庭，赶紧有孩子，就越容易幸福。如果你是就是工作狂的男人的话，越晚结婚越好，因为等你到了一定事业有成啊，受到了就是有一定位置，受到人家尊重以后，你就能找到更好的配偶。反正就是说，那我已经过了越早越好的那个，他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这很难，这个这是理论上就是总结的，跟实际上不可能的事。没错，而且你看，最近我跟几个就是很优秀的女人，什么张建英啊、徐静蕾啊，我们做节目啊，我就受到他们的教育啊，我发现呢，他们也会觉得啊，你们这一套规律啊都是俗套啊，也等于说，为什么什么样的男的和什么样的女的也可以在一起？那你想，他们就觉得，那我这个。所以本质上讲呢，也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，是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关系。对，他们又给我这么一种理解，就好比说，不要说什么事业型啊，或者说女强人呢、啊，我就是事业上有点成就啊，我也有女人的需要，也会温柔可人。那男人呢，也是可以自立自强，但是我始终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他只要不相配就行，他要相配就肯定不行，你知道吧？就两个人。